我来了碗炒面，他家炒面好吃。要点黄蚬，要点黄蚬的，蘸点辣根吃。15的，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军。我下班了，今天不做饭了啊，今天有点不得劲儿，吃点现成的吧。煮点这个蚬呐，完了一个炒面。来点油，吐吐沙。今天咱不蘸那个海鲜酱油啊，今天咱蘸点蒜蓉辣酱。我感觉我还是喜欢这个小辣根儿。这怎么谁家这前装修呢？2-3分钟张嘴就好。看看出汤了啊，还差点意思。把这开口的尝尝。不然尝尝有点老了。这汤是鲜的。一大盘子12元，怎么样？这小颜色？哎，这地呀沾脚了，我昨晚拖了一下子，没拖干净。这男的干活还是白费。吃完饭拿那个拖布啊，拖了一圈啊，还胶粘，不行，整不明白，还是整不明白。哎呀，拉坨了，这可咋整？时间太长了，时间呐，哥们们呐，搁三台子，特意上三台他家买的，嗯。味道一如既往的好吃，嗯，来点辣根配点这个蒜蓉酱，别有一番风味啊。嗯，这汤老鲜了啊！看你们15块钱真大，哇！来，哥们。他家这面我不知道咋整的啊，你要是筋道吧，不特别筋道，非常好吃。他一边出的应该是吉士亚的，你看这面非常好。俊哥能去第二回、第三回、第四回的店，都不错。
我也就能吃点面条是吧？这没办法，最爱吃面条，还便宜，主要省钱呢，是吧？别管吃啥，吃的香就行。来，那以前在家里玩前，天天不回家，那搁外头一盘炒面，一杯白酒，或者路边摊的肉串，坐一排，坐在炉子旁边，没钱那时候搁几个，一人来两个饼夹串，有钱那时候倒点小三白，撸点小羊肉串，哥几个在一起，天天老开心了。哎呀，你在街上玩的话，有时候能整着钱，有时候整不着钱，整不着的钱就大伙凑呗，凑点吃点那什么饼啥的，那钱老有意思了。然后我们哥五六个，有时候吃饭，有时候那面馆吃面馆，嘎嘎炒面，那家能保人呢，那事儿30块钱一盘。俺们哥五六个，10多块钱，大蒜给他照这么长一遍呢。老板干瞪眼儿，也不敢吱声。吃完，宾馆舞厅跳舞，那地方那才是混，那才是街上玩的，一个宾馆舞厅。电业舞厅，工会舞厅，这三个，我们一般乐上电业舞厅，那电业旁边还有那个，咱们乐趣的游戏厅，面客房，商业街那块儿，电业舞厅旁边，我记得老板叫刘兴旺，那天咱也不知愁，真有意思，老有意思了。先打游戏，6点半开场跳舞，再我打点台球啥的。这玩意千万别煮时间长啊，煮时间长赶紧揪这皮一条的没个吃。一个人的视频属实没啥意思，大伙都不爱看，早点结束吧，拜拜。